了。哎，红星这把阵容可以啊，大牛 Park 配金理，天回坊选择英雄德鲁伊。那这把看上去李逵这把好像没浪啊，拿的东西没浪，很扎实。剩余十秒，剩余五秒，天辉坊禁用英雄大屁股。纸猫很烦大屁股，他只要飞的时候不小心被大屁股踢住，就好容易死。剩余十秒，剩余五秒，盖总呢？盖总不会休息了吧？没有，我刚给他盖了被子，先别吵醒他。选完人喊一下阿龙。啊，你还在看是吧？是的，所以我不让走了。从选完了再去盖被子。烈焰方禁用英雄，你盖上被子啊，别感冒了。不是，我这边都要换台啊，不让看了。你那边不让走。剩余十秒，我在吃饭，我在吃韭菜盒子。剩余五秒。天辉方禁用英雄，烈焰方禁用英雄，该比特是办掉了一个建设。剩余十秒，李逵这边还少个啥，少个四。剩余五秒，少几都有可能。这个队的马尔斯跟紫猫都是打过四的。天回坊选择英雄，这红星不会是大哥精灵吧？夜眼方选择英雄，我的发还真是啊，大哥精灵这把。凤凰大牛，哎呦，这团战好猛！还有大屁股帕克，精灵搭配了四个团战。哎，我等哦，我的音乐包是真源之路啊，老有人问。剩余五秒，你们都用什么音乐包？啊、我好像就用的默认。这把液体不妙，好吧？这红星这个阵容有点屌，这把想赢就看硬实力够不够硬了。请选择英雄。这个拍拍
有点小东西，说实话可以打这个阵容还可以，可以打蛋，打屁股也还行。拍拍还行的，补的还可以。啊，就是吧？你看，那这个四号位紫毛，这个队的马尔斯跟紫毛反正是都打四的，都可以打四。这个阵容德鲁伊打不了单核，这把德鲁伊打单核就折了。对面凤凰大牛大屁股都好克他。请做好准备，泰哥的纸包出门鞋。我们这个时代是最大的杯子比赛吗？30秒后开战。大哥精灵都这么出段了吗？老嘴王冠配普刀斧，感觉好肥了，好裸啊！有些买王冠舒适的，来这边凤凰还好没学技能，哎。哎，死了呀！对他，他是怕学了地线上打不了吗？不加点？可能是啊。他是怕线上打不了，他怕跑了废了。哎，也有精灵出魂界的，魂界精灵还可以。也有，裸支配的也有。这紫帽还在，我操！玩阴的。哎，看见凤凰给那个凤凰烈焰精灵了。看这个吸了，没吸到。那这样的话，导致波西第一波兵经验都没吃到，经验都没吃到。难受。不对啊，刚才凤凰为什么一级不把 F 放了？他一级没加点。我意思他直接学 F 放三个人不是跑了吗？傻呀，师傅，你不能让，你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有你那么就是聪明啊。是我可能学个地溜了，线上直接发力。
这一下老爷干嘛呢？我们的不是你的。中单德鲁伊，印象中最深刻的是以前塞拉还在打的时候，那个中单德鲁伊，人熊合一啊，那补刀。啊，那还有一个中单补刀机器啊 ，KY 叉 Y， 下路拼图，还有一个控人熊死，控熊人死的，甩，不、哦，我忘了。你想要毁棋吗？后面应该补一句“双控双死”，经典语录。好像近几年国内好像没什么德鲁伊高手啊。以前多呀，现在玩的少。但是一般国内大河玩的多啊，就是也不说大河吧，就是那些常规河多一点。左妈，不知道是不是意外，天辉建筑物已被加固。那啥子熊吗？帕克没魔。他自己买的 TP 吗？小熊出门送 TP 吗？应该不送吧，好像送。我记得好像是送一张，我没记错的话。那边打起来了，上路打屁股，这边 afterlife 要死了。冰女拍拍杀人还是好杀啊，下路打了一下精灵，打不动，要打大牛，精灵是打不动，魔棒一下，大牛也死不了。开球，这小熊买TP 太贵了吧，90块钱。不过熊德不用买，前路买不用买补血，补血。龙神不送，高手德鲁伊出门都会买一张 TP 给小熊。谢谢你的奖励。小熊能灌品吗？应该行吧，毕竟小熊也算英雄单位嘛。那我以后开发一个四号位德鲁伊吧，专门负责灌尿是吧？四号位德鲁伊恐惧打空格，变身吃技能，缠绕打团。有点东西啊，踢回家，不对，然后出两个点击，踢到中路，出两个点击，后期还有梦想。看着吧，熊德现在还挺厉害的吧？给朱雀五号位打。这冰女都开始打对面野了，想 TP 死 TP 死有点伤。帕克，哎呦这帕克难受了，恢复悬浮，马尔斯反跑，反跑应该必死啊。找到了吗？我操，哎他又出来了，天辉中塔受到，他自以为找到了一波了不起的 timing 啊。感觉就还撞到了别人怀里，就是你帕克还闪个大，就是硬要守门神不大招，真让他是中路怎么办？哎呦，中路不断啊，得了好多血啊！凤凰 F 的 CD 这不守不住了，这个塔直接没了。这个塔
直接拿啊，强势。小孩子还是别看了，夜眼下逃，正在被毒打。哎，我说啊，这也能反补？怪不得这 boss 在绕啊，他就是多拖点时间。哎呀，弟弟，这个巴斯买 buff 嘞。哎，帕克有大祖德鲁伊，可能是啊。精灵都来了，四兄弟直接击杀。精灵刚好在附近。六了。不是，你妈的，这他妈的大哥精灵不能六吗？你在说什么飞机？八分钟哎。咋了？你看这个 B 就没反补啊，我看一下，反补七个刀。这精灵看上去好专业，哎呦爆两。看这 B 打野看得很舒服啊，看他怎么发育。双倍伤害。哎，对了，嘎子，问你一个问题啊，你觉得凤凰主烈火精灵附加一技能不学大宝剑这个加点厉不厉害？还可以。我一般都这么加，就是、这种我学大宝剑脑不够磨。来自太虚。对面如果打到的英雄的话，你可以变脸放弹，就很厉害。这个地伤害其实挺高的。还可以。我以前就学那个，我以前一二对点的，后来才在学激光。哎，帕克这个大一点，自己演自己的味道。感觉泰哥玩一个这个紫猫，跟他的那个什么土猫啊，还有那些什么英雄游走差好多啊，这英雄。实际上还是比较难干涸的，他应该先选的吧，然后在对面选的 Park 大屁股转的，应该这样吧，有点难发挥。夜里甜蜜，夜夜中塔受到攻击。我看那个五号位凤凰主激光还挺厉害的，七级满激光，我操，狂射！还有这种加点吗？没体验过，挺厉害的。七级的时候先有特别猛，然后激光被削弱之后，大家基本上没怎么主激光的。DY 是主激光的。打那种什么马尔斯这种，我操，一个激光快死了。那边留住了大牛，单刷多米克踩一脚躲掉，磕大药，大牛好不想死，很不想死。凤凰一个变脸蛋，变蛋帕克大作，变蛋带走一个冰女德鲁伊，变了，精灵也来了，德鲁伊也被干了呀，原地 TP 死。天辉下达受到攻击，感觉李逵要被二比零的呀，这样打。夜眼势力，这种干逼的团战太屌了，他那球好肥。他这个团战真的屌，精灵也四个团战点配个精灵，他选的太舒服了是吧？把人。一眼主要就看一个拍拍熊能不能逆天，其他点都很一般，不是特别好发挥，特别是把这个德鲁伊，他这把是个血克。德鲁伊，我跟你说，这个英雄在我的认知当中，他前面死个两次，这种英雄就没啥声音了，基本上。他这把而且本来就不好发挥啊，又这么穷，基本上少个人啊。
哎，大牛踩了一脚，给了紫猫足够的时间过来留他。开始行动。开封脸 ，M 四。中了个电话。帕克马上有大招。还好帕克暂时大招起底。知道了。哇 ，DF， 哎，打空了，技能空了。帕克一个波还在找。帕克一下完了，他要被反杀了呀！帕克 ，No one，No one， 你实在不行就放个大呀，打不到他，打不到。马尔斯再过来反流，打流个凤凰，这好伤啊！这一来一回啊，五，凤凰也陪他送。金兵快一张。他们有黄蛋也是会双血啊，直接开悟，马尔斯有特大。想打下塔，他们出来顶线。电眼下塔受到攻击，阿斯有跳。这个下塔差不多到点了呀，不用守了。这大屁股下波火雨就飞走了。先把斧开下路，开下树。但是好像想守啊，队友开悟杀过来了。不过凤凰有蛋。今天有 A 吗？来这边动手大屁股。大屁股已经被提前动手了呀。大屁股没放出技能，秒了。那还能打吗？他怎么被发现的？肯定打不了了呀，咋打？能打了。受到攻击。天辉下塔已经失守。安静。哦，所以说他被扫描扫到了，所以早就被扫到了呀，知道他的。本来想下波火雨再走，应该。哦，他队友过来，他本来想打。他应该是想打，他队友开悟在赶，还没到就被动手了。再等个几秒钟，应该就打起来了，好吧？然后精灵再飞。精灵大招飞回家拿 A 上去了，现在。14分钟，甩开精灵一千了。暗烈雄德打对面好像没什么用啊，只能拆塔。这没办法，他这把出啥装备都是特别屌，还是要靠拍拍好吧？你回的吧，还是要靠拍拍。这一把被雪克对面大哥，哎吸没吸到，反手打三个，三个凤凰过来，我操，刷过来，哇！不解团了，这波各团战、啊、怎么接？这波团他妈的看的也太爽了！团战的扛已经时日无多了。今天无敌了呀，好不稳，再出 PGB， 我操！我总是找不到说这句话的理由。是我先出个散叶对剑少一下。这次有了，哈哈，这肯定直接出天堂呀！我操，打对面雪克啊，他这把天堂出出来死都很难死，需要比一比。天堂还会死的，那个精灵很棒，马尔斯。中塔正被攻击，难死啊！他这血量又高，他这主要是团战太屌了。如果这个打团精灵都被秒了，这团战对面哦，杀了，他被团精灵，这空就死了呀！凤凰奶一下，把他踩一脚，没救到，点走了，哎、没死吗？大屁股在踢手， OK， 哎呦，团战，团战太屌了，你想强秒精灵很难。这波其实就算精灵被秒，残局里液体也要输，秒精灵太难秒了，2000血，就算秒了都没用。这波没秒掉更是炸裂，大屁股那个 T 放出来啊，压力来到了危机身上。夜夜上塔受到攻击，风暴即将来临，夜夜借助已被加固，夜夜上塔正被攻击。
可怜的夜上塔，他的末日就这么到了吗？夜眼上塔已经、他还是选择了直接跟 PKB， 没有出什么天堂啊之类的。操，这把算是大冷门了吧？如果盖米特赢了的话，以昨天李逵的表现，今天大家都会认为他能2-0盖米特呀。结果自己被2-0了，肯定是冷门呀。哎，大猪马尔斯，今天直接飞，结果马尔斯必死，直接死，激光伤害太恐怖了呀。打肉就这样了呀。哎，这有个掉了个苹果，没看到吗？我的发都瞎了，了解啊，没关系，让你一个中立装备啊，控了一个隐身，你妈一会儿被冰菊捡了就搞笑了，真的。哎，冰菊发现了这有个宝贝，哎，捡到了苹果No One的苹果，被冰菊偷吃了，太搞笑了。天回下塔正被攻击，大骨灰凤凰，说 low one 再出虚灵的，拍拍打谁虚灵一下，有星星。我说精灵这么能刷吗？经济超过拍拍了，受到攻击，拍拍主要死了呀。哦，他没死，我操，他最后溜了，没死啊，一直比拍拍肥一点，他主要收割了几波。夜夜上塔，哎，帕克被攻了，不过没事，可以搏。夜夜建筑现在已刀枪，大陆这边塔防是被打掉。拍拍马上 BKB， 感觉 BKB 的可以搞一波，好吧，整一下。遭遇紫猫，有大看见了，帮助大招打断，没了。They're unstoppable, Onage。波西段兵哥，爷爷上塔正被攻击，可怜的爷爷上塔，你们赢了吗？他的末日就这么到了吗？赢了，你干嘛一把？哎，没什么用啊，上塔都是垫底的对着，打了一个醉菜之灯呀，来了开悟，已经失手，不开这么快，现在毛到 bug， BKB， 这边马尔斯下来一个打断，被断跳了。今天也有 BKB 啊，这团怎么打呢？团我是看好，无限看好天辉啊，随便接啊，天辉，凭什么打团呀、啊？夜夜势力正在欺负天辉下塔。什么？抢留帕克没留到，别跑了！夜夜上塔，花钱被攻击，天回下路正被攻击，哪个那个什么双刀？没啥好等的，拍拍熊这个英雄最不需要的就是双刀，那双刀好蠢。你说精灵，天狼感觉和那个散叶都行啊，散会。拍拍上个版本那一套屌，好吧，双刀撒弹那一套挺屌的，狂战双刀撒弹抗性的。
出天堂。哎，这边精灵开悟杀了过来，找到一个冰女，但是没有打断。帕哥这边是留在了拍拍，拍拍直接挣脱，去零一下。哎呦，他为什么开大挣脱啊？他干嘛他在？他为什么不开大挣脱啊？这是一个问题。大也不开 ，BKB 也不开，他可能以为对面跟不上。BKBTB 无敌，这边打断了呀。对空完，垃圾时间。第一时间是可以开大的。我操，这个液体真的像极了之前那个欧洲区 DPC 那个比赛的时候的液体，真的是一盘神一盘鬼。上下线状态起伏巨大，登陆动手，帕克直接飞了，拉住精灵飞过来没丢到，帕克倒下，连波西很危险。That was unreal。飞回来继续打盾，在这边买活不想放，帕克是没买的，这个盾不会没了吧？凤凰还有蛋，大牛也有大，恐惧了一下这边。啊，这波他来选要把盾，要把那个蛋打了。他开始去把蛋打了。哎，大屁股这个 T 位置很好，拍拍拍大，把大屁股被吹了一手。蛋呢？蛋呢？先手大宝剑吗？还不着急变。哎，不打算变。拍拍拍熊，看能不能把盾撸了。哎，拍拍把盾撸了。现在变个蛋，这也行吗？打个酱油。这波凤凰第一时间，我感觉大屁股在前面的时候，直接他应该直接冲过去变蛋啊。哎，这波这精灵没二十级，我操，有二十级。感觉也，这波只要凤凰面蛋，团体肯定能赢。哪怕他的蛋被拍拍熊打碎了，拍拍熊也要。对啊，他直接跟着大屁股上去一起上。这波团随便打的，这凤凰不面蛋。哦，拍拍。想这一波想到开大了。这盾也能让拍拍熊控的，离谱。离谱。后来直接出了个跳刀，看着吧，出跳没啥问题。这个英雄真的最不需要，就是最不需要的装备就是这个双刀。拍拍熊根本就不需要。拍拍熊对跳刀和晕锤这两个道具太对他来说太关键了，没有格子出双刀这种道具浪费经济。迟早派得上用场，他可要走了。嗯，有飞风，哎，飞到了，杰西，这马哥，马斯毛，好，能救吗？飞风断了一手，出根被大牛断了，反手是真的厉害，大牛撞墙。马斯配熊德肉，我找恐惧，恐惧撞墙。我来了，不要跑。哎，华哥老师留了个冰女。微光披风还是要死。干完月夜中塔受到攻击，尬的来。完了，今天二十级了。月夜中塔正被攻击。哎，精灵二十五级是加什么攻击友军单位还是七百生命啊？一般是加左边，一般加攻击。我觉得一代精灵好屌，那个时候练肩练的路上可以晕一片，那个版本的精灵我会玩，后面就没玩过。那个版本谁都不会玩精灵，那个时候中国队不会玩，然后国外队都会，好厉害，打起来很吃亏，练的路上中国队只能一满精灵。中国 TI 被精灵搞了几届呀、啊？我记得印象中至少两届。下塔正被攻击。一半精灵不办完不了，直接天然比别人少一个半人名额了。
哦，小孩子还是别看了，夜眼下堂。后面第一代国内打精灵的好像就是一后母精灵小小，是的，当时那个毛毛鸭跟国土吧，当时还在打 carry。夜眼下堂已经沦陷，看来有人搞砸了。不过那个时候一后面只有这个单板斧了，最后成绩也不并不理想。哎，这边看一下遭遇战大屁股，说 CR 吗？直接被拍拍秒掉了，精灵开 BKB。天堂龙星啊，精灵准备毕业了，这装备。这个兄弟的精灵有东西啊，看得出来。哎，凤凰没秒掉，好肉啊！这个兄弟，那个闪华大骨灰，踩住，哎，被球打醒了。不是，之前有人说我不会精灵。这难道说错了？现在应该都会了呀，就是前几年玩的少呀。算下，咱们补下刀啊。风脸暗面补晕锤，再出 BKB。有鲁伊，凤凰这边在做天堂，low one是快零啃了，绿藏大牛带宝石扫视野，觉得精灵龙心的可以尝试一波上高啊！我搞了个巨神弹铁，开了一波雾，我搜一下 BD BD 啊，直接搜到了 FY 超神小精灵，好汉杯，维基亚 VS Wings 第二局，这。哎，这边，哎，这个鱼也没留到，尴尬呀！天辉方必须召唤风暴之灵去守护上塔。马尔斯这边是 BKB 的，拍拍叫做大云，和鲁伊的 BKB 也跟出来了。我该跟的装备都有了，这边 low one 是林肯了，凤凰还没有跟。大屁股呢？大屁股在做绿。急速。小精灵龙心，再运。马斯一个先手，凤凰要不要凤凰？拍拍过来秒。大飞飞出去，要变蛋了，变蛋变蛋！哇操，不变这兄弟，为什么不变蛋呀？啊，好像还是能打精灵。买活了，买活了，还可以打。哎，拍拍熊妹妹，我披风救了，没死，帕克被缠住，拿出了 F， 他的冰雨在缠，打了个大冰雨，打断。马斯又是一个毛，这精灵怎么办呢？怎么处理呢？啊，这边夜夜，好像十六套技能，我跑了吗？一个都没死。哎，好，杀了个紫毛，紫毛没跑掉。队友把技能吃完了，精灵参与救援。夜夜中塔受到攻击，这感觉打到了后期，精灵连的帕克双核不厉害，你还不如连大屁股呢。大屁股一会儿二十级搞个攻速，哎，马斯毛没毛掉，自己是踩技能了，然后直接被秒，波西。
哎，帕克大姑两个蝶夫大招可以挣脱，大熊没了，到底大熊也没，大熊也没了，无解肥小精灵好厉害，他这把主要这四个队友太配得太屌了，四团战，这四个队友团战无双，只要是前中期平稳度过没被打爆，中后期谁能跟他们打，下基地了，一波了呀，没有那么多嘻嘻哈哈呀，烈焰中塔已经时日无多了，烈焰中塔已经沦陷，来拍拍过来打精灵，打得中吗 ？BKB 都没交，精灵甚至在回血。王再变一个的，打不动，不掉血。今天 BB 的蛋炸一下，毛直接被带走，拍拍又过来打精灵，这波顶住了 BKB， 还是不掉血。一直在回，哎，谁把液体？果不其然，是被这个红星二比零啊！现在局势扑朔迷离啊！那么下一轮 BG 打这个液体，还行，感觉液体的状态危机也能打得过。这个液体说不准啊，一真的，一盘神，一盘鬼了。